来，最后一关的游戏我们要怎么样玩呢？所有人呢也在这个园区里面，只要寻获到这个东西，来三连单，饥饿分局报案三连单，报案三连单就可以返回总部。然后县民的话只可以询问某一个人的身份，然后小偷跟警察的话可以选择询问某一个人身份或是淘汰一个人，最后小偷淘汰所有县民的话就获胜。对，小偷淘汰不了警察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警察淘汰所有小偷，就是警察跟县民这一阵营获胜。哦，那警察比较累，警察要淘汰掉六个，小偷淘汰掉四个就赢了。如果是淘汰错了，一个，小偷杀错警察的话，就是本人淘汰哦。哦，警察身份不能泄露。小偷等于两张。所以县民的工作是要尽量去找出小偷，然后跟警察讲说这个人是小偷。对，所以小偷是有六，现在是六个人嘛，六比六，对，六比六，所以六个人是同时可以去找牌跟杀人。对，因为小偷的优势是他都知道彼此是谁啊，警察又不能泄露身份，然后县民也不能去找。他们其实只要抓出两个警察，不要杀，其他警察杀光就好。真的，这世界上这就是定律耶！这是坏人，就是坏人，坏人到最后都赢哎！坏人就是要接受惩罚，我们这是寓教于乐的节目啊！哎，这听完你好像是警察哎！哦，那我就先杀你，完了就知道，完了就知道，就先杀你喽！这是无间道，无间道，无间道。我说我想做个好人，无间道，对，难怪你叫 Tony， 哎，好 ，Tony 亮。叫 Tony 的都在无间道。OK， 好好找牌子，所以是个人赛。哎，对，衣服，哎，然后拿装备，对。OK， 各位，好，最后一关了。哎，小可你都 OK 吗？因为我觉得从上一关玩吃完东西之后，你就开始心神不宁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怕我待会跟警察说我是县民，警察不相信我，因为我刚才撒了一个天大的谎嘛。是吗？小哥姐，你要跟警察说你是我的梦中情人。你刚那段没有剪出来，你一直重复的。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剪。我跟你讲，其实老实说，从刚刚那边的话题结束。他看你的眼神都已经不一样，哇，真的，你完全，你是不是完全不敢正眼看他？你不敢正眼看我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我不敢正眼看什么吗？不敢正眼看阿飞。对。那我觉得阿飞这样会对我们节目有敌意。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提防我。哎，出去！哎，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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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已经没事了，他要提防王仁甫。我有爆料，他是他以前的一直以来的梦中情人啊。游戏家是不能这样子走啦。明天还缺个来宾，我帮阿贝来。哇，事情大条啊！想不过哪一天要开始也要提防孙协志了。来，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哈。好，那总部在哪边？这里面。OK， 好。音少音，预备。那怎么都往这里进来啊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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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我去找。怎么那么难啦？我会不会这样？找到了，我现在要怎么样？可以回去。可以回去。你要杀人还是要？可以直接杀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不要杀啊！刘书豪。啊！直接看一下，好，给我，你好快的，太快了吧！刘子豪逃了，刘子豪逃了，要劝阻还是要杀人？我要杀人，你要杀人还是要？我先说，我要杀人，好，那个你说，我要杀。只有小偷会急着去要杀人，谁过去谁过去死掉的。罗品淘汰，罗品淘汰。哇塞，怎么这么快就逃？刚刚好像没找到。好，好，好下去。不要吵架。我去，等一下，我去。
没关系，你要知道了马上问线索。他是县民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然后我要再去找一个县民。对。王仁甫淘汰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我才刚开始找哎，好吧哎，那是不是游戏快结束了？啊！自己认输了，我看起来很佛系吗？不是因为，我是县民，我要做的是要看这些人的行为，尽量去找到警察，因为我们得到的这个线索太薄弱了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一张，我要问谁？我还没想好哎。因为第一局排除跟第二局排除，我觉得孟哲哥应该是。是警察，所以我要去贴他，我要把手术棒给他。为什么要杀我？我才怎么会那么快的？我本来一直在猜你会不会是小偷。我好人啊。你是好人吗？我好人，我县民啊。你是县民？我县民啊，他们超坏的，就第一个先杀我。所以仁甫哥也是县民。哇，那完蛋了，输定了。那现在那个有一个小偷，所以现在我们在淘汰区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，对不对？先不要讲。对啊，可以吧？不行，淘汰区还是不能讲自己的身份，还不是不行。哦，因为如果四个人游戏就结束，那就知道了。嗯，对啊。如果五个人的话，就代表有小偷被杀。嗯，哦。哎，那危险了！太快了吧！目前应该知道花花是小偷，因为花花冲最快。花花刚刚是第一个冲过去的，所以花花应该是小偷。可是我知道小偷无论怎么样呢，谁会相信我呢？对不对？我跟警察说我是县民，他也不会相信我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怎么样做呢？我是个普通老百姓，好不好？我只想好好的活下去。来，我拿一张卡来。淘汰，王仁甫淘汰。哎，哦，这边有哎，对啊，刚好都在这个地方。哎，看我要下雪哦，完了。刚我想明杰，啊，还有明杰队长。我是能问问题，然后杀人。你选对，你跟一个，你要询问线索还是要杀人？线索。这个。问杨雅君。他是小偷。小妞，嗨，你才是坏人嘞！我刚刚已经问了一下，我觉得因为一开始第一回合我赢了，所以我有听了一下，有两个，一个是警察，一个是小偷，两个县民。然后我就觉得雅竹是有身份的人，所以我就问了一下雅竹，因为我是县民，后来最后这一回合没有视角被杀掉的，所以我现在。要帮小偷做事，再找一张卡。看名单好了，好。问线索或杀人。紫云的紫云。紫云淘汰，紫云淘汰。你淘汰了。杰志哥，哎，你有卡啦？我跟你讲，我是最后的县民了。我相信你是警察，我觉得花花一定是小偷，所以你要他刚冲最快，输完我就被淘汰掉了。可是你只能去问问题啊！我给你啊，你去杀人，你是不是警察？到底你要杀，你要给我去杀人？你是不是警察？你这么相信我？不然呢？都死光了，我没有办法跟你暴露我的身份啊！都死光了，我也不相信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讲。我卡都给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是个县民而已，我打去问线索没有意义啊，因为剩一堆又是坏人了。我信你一把，快点！我这威胁不到你啊。你如果是警察，你要帮我们。这个做法是怎么样？你如果警察，你要帮我们赢。你先去问问题，你先去问问题。我要问什么问题？剩下都是坏人，刚已经死了，刚死了几个？两个人的吧。嗯。我们这边剩下四个人。确定 ？OK， 好，交给我了。
芝芝哥，我爱你，我相信你是好人。他想亲我怎么办？哎，可是不一定啊，刚刚被淘汰掉的也可能不是县民啊，也可能都是坏人哎。那这样子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搞不好警察杀的。我在这个白痴视角，我到底可以知道什么？花花淘汰，花花淘汰。花花就是坏人，我想我猜对，因为警察不会被淘汰的，花花一定是小偷。所以我刚刚所以我刚刚等于是我刚给其实哥卡片是给对的，他应该是警察，然后他淘汰花花。我觉得我现在只能赶快杀人。我觉得刚刚花花行出来没多久，就听到有人逃了，所以应该可以杀人。你这样给我通过，杀了。警察请睁眼，选择保护一个人。现在到底谁是什么身份？我猜是明杰吧。我现在下一个目标是要杀明杰，但是我厉害的队友都死了。好，来，请问你要问线索还是要杀人？我要杀人。好，要杀谁？杀君君。君君淘汰，君君淘汰。居然没有找到牌子，好迷惘哦。这边现在小不知道是小偷被杀的很多，还是警察，但是现在一段混战。为什么你可以走得这么轻松？为什么他走得这么轻松？哟，看到了，来 ，Ashio。可是我觉得我前面有把自己的这个警察的身份做起来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蛮多人会以为是警察。都厘清之后，我要问杰志哥，我怎么就说他的客户了？孟哲，孟哲是警察。你要问线索还是要杀人？我们杀人好了，但我不知道杀谁。我心里想是明杰跟杨雅珠。杨雅珠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在，他连输三关，然后三关都有坏人在里面，他是坏人的几率很高。杨雅珠，哇，被发现了！来，等等，这边方，你要问线索还是要杀人？我要杀人。你找谁？我要杀明杰。好。OK， 好。谢谢。好。现在还剩下谁？三连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还剩下谁？等一下，你要问线索还是要杀人？我只是个县民。啊，对不起。其实我是一个卧底，你愿意恢复我的身份吗？你是县民的？我是警察卧底，其实。好，我是县民。好。我想问一下鞋子哥的身份是等一下，你要先问那个鞋子哥身份是不是？对，我先讲一件事情好不好？好。明杰淘汰，明杰淘汰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。我早点讲啊，还让你那么一出，好迷茫的一个游戏哦。鞋子哥你是好人吗？你逆转对不对？逆转啦！逆转是什么？我是好人，好人赢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没有啦，我死掉被淘汰，我是县民哎。你小偷吧？我是县民。还是小偷？我到现在还要骗呢，我都被淘汰了。我最后一刻有觉得你好像是县民，
所以就公布优胜者是。原本小偷是协志、苏红跟君君嘛。小偷请睁眼。选择要感染谁，变成小偷。他是小偷，我是小偷，我是小偷。你为什么是小偷啊？我刚一想杀你。你长这样，你为什么好好的呀？为什么你这么小偷？Tony，我不能相信你了。无间道不是这样演的。我把卡给你。而且你知道，刚刚最后的关头是明杰走过来跟我说，他说：“茄子哥，我相信你。”我这张卡就给你，因为我认为你一定是警察，所以就很不好意思。然后再来感染进来是花花、雅竹跟若璇，所以这六位获胜。耶，没事。结果雅竹莫名赢，对，全部都没有赢到，最后赢。我刚刚拿到卡片，因为我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县民，我就给茄子哥，我说这卡给你，我相信你是个警察。嗯，我说我拿卡也没有用。对他给我卡，刚刚谁第一个先把我淘汰的谁？因为他是警察，你是警察，他是警察，他是第一个曝光的警察。曝光了，为什么他曝光了？所有东西，你们不要忘了，我是所有关卡都有视角的，我就其实他在第二关就已经很明显的。就我就知道他确认是，而且你们两个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坏人，他才会跟你讨论。对，然后他才会去商量一些，我很相信。我没有跟你聊过天呢，你那么相信我干嘛呢？没有没有。最好笑的是，在游戏开始前，我就跟苏红说：“我说你是好人吧？”他说：“我以白警官的名义发誓，我是好人。”游戏开始没有走两步，由苏红跑出来，太快了吧！他人服了，人服还好吗？我大概在这个游戏开始之前想了15分钟怎么玩这个游戏，对，但我玩了大概1分钟就被杀掉了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我第一次，就是想那么久，想那么久，想说我要怎么玩这个游戏，怎么让这个游戏好玩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然后一直想想。其实因为你是介于中间的，就是你一直都没有前没有后，对，所以你会比较没有参与感。可是我想要先确认一件事情，上一关的结束。其实我们本来小偷们有几个有一个共识，就是上一关的结束要先渗透你，把你抓进小偷群。哦，可是我的直觉是，他一定会先保你，所以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保谁？所以梦中情人是骗人的。那你保护谁？上一轮？他是小偷，他早就被渗透了。你两个人都保保群群，怎么会？第二轮花花，第三轮又是我，看起来都很无害啊。所以另外一个人是谁啊？另外一个人是谁？我。保了三轮。对啊，为什么都保小偷？我们三轮保都小偷。对对对对。对啊。真的，花花也是小偷。姐，你不能保同一个，他被渗透。因为我本来是线我都听你的。不要不要，你们第三轮讨论很久哎。第一回合是因为我们得到的线索是一好一坏两平，所以那个其实真的只能用。猜的对，只能用猜的。然后第二回合赢的时候是两个坏人，两个坏人四个平民。对，那我原本想的是说是去选输的那一边，至少我有2/3的机会可以选到平民，虽然我不知道谁是坏人。可是后来对他坚持说要保救花花，然后后来我们想要那就救花花，结果也没保到。你好，我已经没上回合，我就输了嘛。真的，这是你的问题。你们运气之烂。然后最好笑是第三回合一结束之后，他就默默地飘到我旁边说：“知道你是警察。”知道我是警察，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：“因为刚刚什么，我出来，然后怎样怎样。”因为好，因为说这一关输的，好像跟第二关的人员只有分开来的。对，所以他说他已经知道你是警察，我就哦好。结果搞到最后，大家是知道你是警察。可是我刚刚他没有很明确，但是就是他百分比很高，然后再来就是要么就是明杰，啊明杰他自己来找我，我觉得就非常明显的，他就是我等于把枪给他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也笨啊，没有了。但是你今天都玩成这样，你竟然没有保王安福？对啊，你应该会保，不是说是假的。看我刚刚。你知道吗？在你讲出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有揪了一下。你不要我们都有家庭有。然后就突然。我有每个礼拜都看。然后心揪完之后，然后人母心揪完之后，脑袋就冒出两个字：如果。喂。所以我没有要我也是。没有。我没有杀人母的，我没有杀你。你杀我就杀自己人啊！但他有跟我讲说，等一下先杀王仁甫跟孙铁志，他们也是小偷。然后我说你怎
怎么知道？我说，他说就杀他们两个。我说哦，你完全没有啊，你还没杀我啊。找到一个超糊涂的警察哎，这个警察超烂，而且你这是两人组刑警带队的很烂才这样。对，就是那种。所以你们回去第一关，就是警察眼睛一睁开，我看到是他的时候，我脸绿了。他的反应好真实。我的反应啊，完蛋了。OK。好，所以奖金枪二选一 ，OK， 没那么简单哎、啊，连六次都没有站在那边路上的，跟奖金有关系的、啊，明杰，哦，对耶，就是因为信错人，不要杀他，我信了一个叫托尼的坏人，我本来真的没有要杀你，托尼孙，连来六次都没有奖金、啊，这是第七了。对啊，连七张七张几台，15年。你看许梦哲一整年都没有的，都没有在。曾经一整年都没有。好，奖金枪二选一，这个是9000元的奖金，对不对？机会，哎呦，不错、哦。你们有人要一人承担，还是我们大家一起值？大家，我觉得一起值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值。我今天的运气不要。不会，没有一样，我跟你讲，你最后赢这一把才算是运气最好的，因为前面都不重要。最好的就是你，对呀、啊，你都来了，来吧。那我们就数到三一起指哦，哈，一、二、三。哎、欸，是我跟他都会遵守，没有，他都一直在看手，为什么多？然后都没有看说到底谁多？有啦，因为我没有太强调，只有是王子这个。哇，两个都是，大家都这一把啊！好，数到三，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拿走9000元的奖金呢？一、二、三，三。哇！最后虽然是小偷赢，但是小偷绝对不会嚣张太久，对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需要警察来维护正义。没有错，一下钱就会掉了。对，而且如果小哥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第一关是我跟孟哲当警察的话，好人一定获胜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在这个时候就要看我们的新戏，今年中视大戏即将上档的《台湾 X 档案》，在9月14号晚上8点，中视首播。对，中视首播。然后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开始，对，然后9月15号，周天今天到9点，X 档案，你们是剧组认真派来要做宣传的吗？你们也太累了，睡觉，他们拍到天亮才来录，也没事了，恭喜啦，请大家多支持这台中视。台湾 X 档案中视的年度好戏，谢谢，也谢谢所有来宾辛苦了，最有趣的谢谢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